安土地真言 ，Om Shri Shri Ma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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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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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Vajradhan Ho Ho Hom。南无萨满多摩德拉。Om Duro Duro Devi Soha。念招请坐。Om Ah Hom Soha。Om Ah Hom Soha。Om Ah Hom Soha。众弟子一心奉请，那么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那么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那么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那么中央毗卢遮那佛，那么东方阿处佛，那么西方阿弥陀佛，那么南方宝生佛，那么北方不空成就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药师佛，那么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那么地藏王菩萨，那么莲花童子，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弥勒菩萨，那么金刚萨埵，那么莲华生大士，那么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那么摩诃波夜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h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Om Ah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于起手。大曼达供养，所结供养所应，观想供品变化成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主尊南无准提佛母，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龙天护法空行，下施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足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 Va Da Ta Ga Da Yi Da Mu Gu Ru La La Mian Zha La Kang Li Li Ye Da Ye Mi。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dhi Ran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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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 Ranjali。念高王观世音尊经。高王观世音尊经，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身。佛国有缘，佛法相因，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后神足优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产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
普光功德声闻佛，善住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宝所佛，下方善继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在虚空中，慈忧于一切众生，各领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圣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离婆离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离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成得，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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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婆离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离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人成得，娑哈。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阿弥陀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单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只哆伽哩娑哈。首节根本传承上师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
持根本传承上师新咒108遍，先做持念诸观想。持咒 ，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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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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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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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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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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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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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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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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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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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an Sheng Siddhi Hum.首节准提佛母根本印，先观空，念观空咒。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a Hum.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a Hum.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a Hum. 观想金沙铺地，香水海，须弥山顶生出众莲华，
莲花中生出白色种子至准至，放浅黄色光，种子至旋转，化为浅黄色的准提佛母，是三目十八倍的大佛母，戴宝冠，宝冠中有一化佛，佛母背带璎珞，白色的天衣，十八倍持多样法器，由徒之右，顺时尊而下世，如意宝床，莲花、冠、锁、轮、罗、宝瓶、波叶切、宝幔、根本印、金刚杵、钩、乐府、天妙果、素珠、智慧剑、施五位印。根本印是双手，共有十八手。准提佛母身黄白色，三目十八倍，戴化佛宝冠，庄严地出现在密宗行者之对面空中而住。观想准提佛母的天心之眼，放射一道极强烈的白光，照灌行者的天窍，使自己的全身清净纯白。在观想准提佛母的天心第三眼，强烈地照射自己的天心第三眼处，连续的极力观想，若欲得第三眼者，需观想到天心发麻。持准提佛母本尊心咒108遍。持咒：Om Jali Jali Junti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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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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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ti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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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li Jali Junti
Soha, Om Jani Juni Jun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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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这里祝你整体收哈，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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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祝你。尊体说哈，我们这里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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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体。说哈，我们这里祝你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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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做九节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Ding To D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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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 Ye So Ha, Om Jali Jali Jun Te So 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 Ye So Ha, Om Ah Hum Beza Guru Pe 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Guru Pe Ahu Sasa 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第二他 ，Om Bhikkhaya Bhikkhaya Maha Bhikkhaya Naja Samo Kadariya Soha， 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恭念大救难咒二十一遍，持咒：他赤叉叉那，他赤卢罗哩，玛哈卢罗哩，阿那摩拉多拉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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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赤叉叉那，他赤卢罗哩，玛哈卢罗哩。阿那摩拉多拉梭哈，他赤叉叉那，他赤卢罗哩，玛哈卢罗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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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摩拉多拉梭哈，他赤叉叉那，他赤卢罗哩。玛哈卢罗哩，阿那摩拉多拉梭哈，他赤叉叉那，他赤卢罗哩，玛哈卢罗哩，阿那摩拉多拉梭哈，他赤叉叉那，他赤卢罗哩，玛哈卢罗哩，阿那摩拉多拉梭哈。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齐念请佛注释祈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又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起情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坐总回向。Thank you.
起首归依所摄地，敬礼佛母大尊体，敬礼大尊体佛母，敬礼大尊体佛母，祈请佛母显现，接引幽冥众生往生清净佛国，赐给一会众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道心坚固，弘胸化吉，赐给一会众生消除业障，身心安乐，光明无尽，一切的魔障退散，敬爱圆满，祈修皈依所摄地，敬礼佛母大尊体，祈求一切如意吉祥，一心祈请准提佛母加持，所求能够如愿，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Pech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Pecha Sato De Rupa Dicha Chicho Mepawa Soto Kayo Mepawa Sopu Kayo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ti Meporayata Sawa Kama Sutame Chitamu Siniren Guru Hop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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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巴卡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杰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普卡尤梅巴瓦安努拉多梅巴瓦沙瓦西迪梅布拉雅查萨瓦噶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哈哈巴卡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杰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普卡尤梅巴瓦安努拉多梅巴瓦沙瓦西迪梅波拉雅查萨瓦噶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巴卡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二拜诸菩萨 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啊 Home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大家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准提佛母，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洲大使夫人朱迪师姐，生活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李秀莲前副总统助理，国际职业妇女协会凤凰分会公关长薛慧琳师姐，台湾阳光武功团林一仙师姐，复兴航空吴梅仙师姐，庄俊耀医师，中国正佛宗密教总会法律顾问卢文祥律师，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同修这个准提佛母本尊法。那么准提佛母这一尊其实也就是我皈依的师父啊，叫普方上师，普方上师他本身的他有法相，你们也可以看到法相，普方上师的法相。这普方上师他自己的本尊，他建了一个寺，
就是总持寺，那么里面呢所有的壁上全部都是准提佛。那为什么叫总持啊？总持两个字，因为准提佛母结的印也就是总持印啊，每一次这个印啊，这个手印就是总持印，总持印啊，这个手印就是总持印，所以它的事叫做，也就是准提佛母的这个印。那么印，这个印为什么叫总持印呢？你每一次要结手印以前就是这个印，开始的第一印就是总持印啊。准提佛母，你如果你看了准提佛母的手印，他也就是两只手结总持印，其他十六只手都在他的周围，中间的两只手就是总持印，这一定是准提佛母。他一共有十八只手，那中间的两只手一定结的是总持印，那就是准提佛母了。啊，最早我修这个本尊法的时候啊，这个普方上师他先教我修这个四加行，四加行修完以后就修这个，他是讲谈话，所以他有波轰雄书雄云法，波轰雄书雄云法的普方上师相应法，你要修这个加行以后就修上师相应法。后来他再教我修准提佛母本尊法啊，由他那边呢传了几个法给我，所以准提佛母在我们正佛中是属于八大本尊啊，八大本尊之一，他也是因为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那我皈依在那里皈依的法号叫做圆持，圆是圆满的圆，持是啊，就是 lake， 还不是福啦，是持啊，水池的池，水池的池，圆持，圆持。我在那边皈依的法号叫做圆持。那么现在呢，这普方上师几乎我的师父全部都走了啊，普方上师是比较早一点走的一位，比较早一点离开这个人间哈、啊，这个的一位。那时候呢，因为他本身也有修这个藏密，但是他也有修东密啊，他也有修东密，也有修中密啊，那就是比较完全是圆通的。显密啊，显教跟密教圆通起来的，所以他穿的法衣啊，不是藏密的法衣。我这一身藏密的法衣啊，是图登达尔吉他教我穿的。以前我是穿显教的衣服啊，出家的时候，因为我出家的时候啊，是那个香港慧泉寺这个果前大和尚给我剃度，给我剃度的。那我剃度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禅宗的传人，也就是属于临济宗
因为临济宗你看那个法号就知道了，他的法号是有哪一个辈分，一个辈分，他的辈分是果，果的辈分，很多的果。所以临济宗你可以看出来你是临济宗的弟子，那一定有果，有一个果字，他的法号不一定完全都是果，因为他是照辈分来轮的。那果贤呢，是一个那个，就是我的剃度的师父。啊，剃度完了，其实果贤先皈依我，他先皈依我，然后这个徒弟再给师父剃度。这个很奇怪哦，以前这个慧能啊，六祖慧能也是一个大和尚先皈依他，先皈依他，然后这个大和尚再给这个慧能，六祖慧能剃度啊，徒弟剃度师父。我也是这样子啊，果贤先皈依我，以后他再剃度我。那个六祖慧能也是这个样子，他是这个徒弟先皈依他，然后徒弟再给六祖慧能剃度，是这样子的。那我的剃度师是香港慧前寺啊，果贤大和尚。果贤大和尚，那么后来我那时候我已经皈依了这个普方上师，皈依了普方上师。后来我一直在修这个藏密的法，后来一直我修藏密的法，所以就那个图登大吉上师叫我穿上藏密的喇嘛装。本来藏密喇嘛装不是这样子穿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穿的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哦，脑筋是好一点，华人的脑筋呢、稍微好一点，不是说中国人的脑筋好，华人的脑筋稍微好一点。我们穿的，就是比较能够。穿的比较怎么样？比较 easy 的，比较轻啊，比较容易的。像他们古代本身穿的，像泰国穿的就是一块布，那么从身体一直缠到最后这样一批啊，缠住身体这样子缠的。那是小圣的服装，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子穿的啊，他们经常是披露右肩，是吗？是不是披露右肩嘛，就是披这个肩膀，就是披这样子。其实藏传的那个喇嘛装真正还是披露右肩啊，披出那个一个肩膀。我 有一次我们问那个美国这个亚特兰大的一个格西啊，天青格西，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露出右肩，露出这右边肩膀啊？他的回答很妙，他说比较性感。其实不是的，因为佛陀时代经常你看到经典啊，那个阿难要问法的时候啊，经常绕佛三匝，然后他就会跪下来啊，这个披露这个披露右肩，然后
就单脚跪下来，对，然后再请问佛陀的一些法要，那佛才因为有问才答，有问才答，所以这个有人请教法要，他才回答，是这样子。所以依照那个佛教的传统，应该还是要披露右肩啊。那个不管是一般来讲喇嘛都是披露右肩，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就穿的这个样。然后他们穿还要穿禅衣啊，禅衣也是用裹的，用裹起来啊、哦，然后丢上来，这边再压上来，就把它压住，这个压住这个，压住这里，然后露出来，这样是披露右肩还是左肩呢、啊？右肩嘛，右边的肩膀嘛。你看那个像藏传佛教，他们喇嘛穿的还是一样，他们的喇嘛裙不是像我们用塑胶带这样子啊，这样拉上来就穿好的，他们必须要用绳子绑起来，然后再把它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然后再套上外面的衣服，再披上这个好像是说禅衣，这样子裹起来的啊。但是也有已经有改良了，已经有改良，到了中，到了我们这里啊，全部都改良。我们两个袖子啊，两个袖子穿这样子，那里面的就是用塑胶带啊，比较方便。他们看到我们用塑胶带，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好方便哦，这样一拉起来就拉起来，一脱下就脱下。”他们还要绑绳子，还要做什么？哦，这个穿起来很困难的。也是一样，一条长长的布，很长的布，中间有一个那个，然后去裹起来，去裹起来，然后再去绑，这样子。这法衣上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准提佛母本尊法呢，是这个普方上师他传给我啊，传给我这个准提佛母本尊法。那依照准提佛母本来讲起来啊，他认为普方上师讲准提佛母是很伟大的，他叫做七寂底佛母，也等于是说有很多的佛从准提佛母这边所出生，准提佛母这边所出生，七寂底的佛从准提佛母这边出生，所以这一次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佛母。但是这一尊佛母呢，是在属于如果在密教里面金刚界胎场界，它是属于观音院，观音院的，观音也是等于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也是等于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啊。大家要了解它本身的这个根源，它的这个来历。那总持那时候普方上师创的宗派就是总持派。那么什么原因？是准提佛母他结的手印是总持印啊，所有的手印开始一定是总持印啊，总持印开始，然后再做变化的。这个总持印呢，有几个变化，像这个两只手打开来，这是度母印。啊，度母印，啊，度母的手印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一个手印，也是很像这个药师金母印跟度母印的，就是后面两个指头伸直，
这是谁的印啊？你们研究手印的，后面为止相处树立，宗主相树立相处，食指张开，大拇指并拢结成手印，那个无名指相内拨，这个手印是什么印啊？这个手印大家知道叫什么印？金刚手菩萨啊，金刚手菩萨是这个手印。有三个手印很像的是这个，然后把尾指收起来，内拨就是度母印，所有的度母跟药师金母都是这个印。那么勾起来抵住这个中指的背的，就是准提佛母印啊，这三个手印很像，将来你们背这个手印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啊，将来会传，我会回台湾传金刚手菩萨法。啊，今年回台湾新春的法会就传金刚手菩萨，因为三姑祖有三位，一个是四倍观音，是代表慈悲的，一个是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是代表智慧的，一个是金刚手菩萨，是代表着这个法力的。那我以为这三尊都已经传过了，结果没有。结果有人跟我讲，师尊你为什么没有传金刚手菩萨？我说啊，我们不是每天在做那个啊，嗡波里兰遮利，嗡波里兰遮利，嗡波里兰遮利，就是金刚手菩萨真言。但是他有一个咒语叫嗡别扎波里啊，嗡别扎波里哄配，就是金刚手菩萨真正的真言。波乳，他把它翻成巴啊，提手旁一个巴啊，翻成汉文就是提手旁一个巴乳。那个叫什么字啊？波里，大概也就是这个吧。大概也是 Om Beza Boli 啊 ，Hom Pei 啊，就是金刚手菩萨的真言。啊，我们谈完了这个准提佛母啊，我们讲大圆满法。我念一遍大圆满法。一个人在了悟立断之时啊，这已显示自心光明。光明一出现，就能够涵盖整个大千世界，整个乾坤。个人的小我完全融入了无我之中，互相融入而结合成了一体。莲华生大师讲，今天传授此切给你，是有因缘，请大师大士开示。这是借着莲生上师的笔，示导见性，这是知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以无数的方便
开示给众生。那我们今天读这个书文就读到这一点，在了悟立断之时，立断就是彻切啊，彻切，这已显示了自心光明。我讲过立断，立断，我们常常在讲这个一个字叫做配。其实这个字啊，在藏文来讲就是断，也就是配，很容易的，很容易记这个咒语。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讲了一段话，你就讲配，就是说我不听，配配，我不听，我不甩你的配。这个一个口啊，一个布衣哈，布衣就是配，配就是断掉。因为这个配有时候我们念头啊，念头一直转个不停，一直在想着事情。我觉得说，哎，这个时候是在念经，你怎么可以想事情？那你能念一句配，就把它清除干净。啊，所有的护法经后面两个字就是哄配，哄配就是把它清除干净，变成清净的。人只有在他无念的状态之下，光明才会显现。像立断断掉，光就自然融入。啊，我们打坐的时候一定是要配的，把它断掉，所有的念头全部断掉。六祖禅宗的六祖为什么会讲一句话？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不断百思虑，菩提一样长。”啊，菩提也是一样长，没有错。他六祖讲这句话是没有错。为什么呢？他认为所有的私利跟佛性没有关系，所有的私利是一个层次，佛性是一个层次，菩提是一个层次，念头是一个层次。你只要把念头无觉的念头不影响你这个佛性，念头不影响佛性的话，真的是佛性是一样长。他讲的话没错，就算你念头很多影响了佛性，佛性还是一样长。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但是真正要让佛性能够显现出来的话，一定要有念头配，把念头全部，人家六祖慧能，他能够把念头跟佛性两个切割无关。我们众生不能，你在修行当中呢不能够，所以你只好慢慢减少你的念头，把自己变成清净以后，你的佛性才会显现。啊，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我讲了这个，其实有人家讲了，那个以前修行人在讲 Maha Yoga， 等于是修气圆满的一种现象。那么大手印法相当于彻切，就是把自己变成清净。所有变成清净的范围之内都属于大所印，就是彻切，所以称为清净大所印、恒河大所印啊，恒河大所印。
这个光明大手印，这个它主要的原因，这样子是接起来，你有了持戒，你清净了，清净了以后，完全清净了以后，你光明佛性的光明显现，这个才叫做大手印，大手印。什么叫大圆满？大圆满是指修炼你的光明，修炼你的光明是大圆满，密教大圆满，大圆满主要是修光。那么大手印主要是修点。那马哈瑜伽主要是修气，阿努瑜伽主要是修点，修明点。那这个阿底瑜伽就是大圆满，阿底瑜伽大圆满就是主要是修光明。啊，各有分别，各有分别，各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讲一个笑话吧，或者大家都听得说嘴巴打开打哈欠。啊，算命师帮我的儿子算命，真准哦。啊，另外一个邻居就问，那算命师怎么讲你儿子的呢？这母亲就讲，她说我儿子长大以后啊，会有机会啊，开各世界上各种名车。哦，想想看，那个邻居说，哎呀，好棒哦，你儿子真有出息，你还发愁什么呢？他能够开世界上各种名车耶。这个母亲就讲了，好什么，他现在的职业啊是替人家趴车啊。啊，他现在的职业是替人家趴车。所以层次各有 不同，你能够开世界名车，有些人真的有钱的哦，美国西雅图最有钱的啊， Bill Gates 是最有钱的，但是他名车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 partner， 他的合伙人也是非常有钱，但是他输给 Bill Gates， 但是非常有钱呢，他自己做了一个停车场。你知道停车场一般来讲，立体停车场那么大的那个一个停车场，是他的家里面的停车场，他建了一个停车场是属于他自己的停车场，不是给别人停的停车场，是属于他车子停的停车场。家里面有几百辆的法拉利，世界级的名车都在他家里，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哦。有人去参观这个他的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名车，将近快500辆的车子停在他的停车场，他建一个大的停车场，完全停自己的车。法拉利。兰博基尼，啊，然后那个像宾利，那个算垃圾的了，啊，宾利啊，那个是属于垃圾车，属于他的垃圾车，大部分的车都是名车，全部都是跑车，他喜欢的是跑车，所有世界各国的名牌跑车，全部在他的这个停车场里面。
然后他邀请所有的世界各国有拥有名车的人去参观他的车子。这个是有钱人，真的是很气派，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开世界各国名车的人，像那个能够给人家代客趴车的人，虽然也能够开到世界各国的名车没有错，但是都不是自己的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哦，什么是自己的？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总有一天啊，自己的东西也会变成别人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自己带着走，大家都知道了吗？对不对？这个人如果离开人间了，两手空空的，也带不走什么。就像那个这个徐志摩的诗啊，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连一片云你都带不走，挥挥手，连一片云都带不走。啊，这个那一天谁唱的？这个再见康桥是吗？谁唱？连山。那哎，你唱的那个那一条叫什么？啊？再别康桥。再别康桥。啊，不是再见康桥，有差有差，对，不可能拥有的，再别康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有那么多的车子，那个念头全部在车子上面了，他的几百辆的那个法拉利。你这个要断了才能够清净了，或者你脑海里面都是法拉利，都是你的车子，都是法拉利，天天在玩车子，终于一天不能玩，终于一天你的车子也变成别人的车子了。所以想到这个，你就要想到车界就是要断，什么东西都要断掉，你才能够完全清净。或者你虽然去想，但并不影响你的佛性。所以有一个比喻啊，叫做儿童观化。六祖慧能呢用的方法是儿童观化啊，一个小孩子呢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啊，图书馆刚好在展览这些画，名画，世界名画。那小孩子走过去啊，就看一看，哦，这世界名画，看了出来，这些世界名画都不留在他的心中，管他是什么摩内的，管他是什么高更的，啊，管他什么是世界的这个名画家的，哪一个画家画的画，他反正不懂。那画的管他是什么野兽派啊，管他什么是这个好像是说这个写实派啊，他管他是什么那个意象派啊，管他是什么抽象派啊，他全部通通都不管，他也不懂啊，他只是走过去看一看，哎，画，然后走过去不影响他。这个是六祖慧能的能，他的能力在这里。没有错，我们去看名车，看过了不留在你脑海里面，因为你根本没有钱买嘛，留在你脑海里面有什么用，对不对？那个车子是很美啊，是很漂亮啊，法拉利，百万的名车 也有啊，对不对？但是不放在你脑海里面，因为你根本买不起嘛，那么放在脑海干什么？看一看就算了。漂亮的，乖亮漂亮，不是我的，这个就断掉了。这个是六祖慧能的能，他的能力可以这样子断掉。我们以后也要学这样子，
虽然你有念头，不影响你的佛性，这是最好，就等于立断彻切。我讲过了，虽然烦恼那么长，菩提也一样那么长，并没有影响。不然你就要学习完全把它立断。刚才在公园捡了一部苹果手机，本来打算还给失主的，谁知道失主打电话来讲，你最好把电话还给我，我的手机有卫星定位，我已经知道在你那里的。我一听啊，火爆脾气就上来，买了十几个气球啊，大比较那个坚固的气球绑在手机上，把手一松开，一爱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你去定位找吧，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所以我们做人啊，真的要讲话要客气一点，因为太霸气啊的话，人家反而会惹起反感，会惹这个反感。以前有一个人要出家，那我是决定给他剃度，我要给他剃度，想不到他家人打电话过来，你给我儿子剃度看看，我就要你好看。我跟他，我听到这种电话，我这个人很叛逆，哎，先讲实在话，我这个人很叛逆啊，你讲这种话我就要给你看看，我就剃给你看看，对不对？把他抓过来，头发就你的。啊，你当老爸的那么凶，你给我儿子剃度看看，我就要给你好看。我先给你儿子好看，再给你好看，对不对？你儿子已经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二三十岁了，都是成年了，他有自主的权利啊，又不是你的财产，所以我就剃了。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叛逆，我不管了，就是叛逆啊，我才会跟那个叉叉三结啊断绝关系。那个慧松法师，慧松法师啊，到了我这里，他叫王乐康，慧松法师，他俗家弟子叫王乐康，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来问事，说：“师尊啊，我想出家，你介绍我到哪里去出家？”我说：“你去叉叉山吧。”啊，叉叉山出家，他说：“好，我就去叉叉山出家。”出家了，他在那边觉得不太适应，觉得不太适应了，他跑了，就跑到我这里来。哇，叉叉山那边呢，就用一个律师打一个电话过来，啊，从叉叉山那里打过来。哦，那个律师很伟大，口气好狂。告诉你哦，啊，卢生燕，我们的大师讲，你可以收留他，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但是你不能让他归于你。我听他说，呸。哄配，我才不理那你那一套。
那你的你的出家众跑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不啊，你就限制我，他你不可以，你收留他可以，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可以，不能让他皈依你。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皈依我？台湾话，我讲一句台湾话，可能 translator 他没有办法翻。西边去挨着边啊！西边去挨着边，安尼听无？洗脸去碰到鼻子啊！国语就洗脸去碰到鼻子，西边去挨着边，就伤了他的这个大师的脸了、啊。啊！你既然叫他，不过我说你过来，马上归，他就归了。好，我给你剃度，我也给他剃度了。啊，他就是王乐康，就是莲海上师。那、啊、他是叉叉山的教义长，就是慧松。啊，慧松法师，慧松法师，就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莲海上师，你给你如果那个律师讲话很客气，啊，卢师尊啊，你给他那个收留哈、哦，啊，那个让他慢慢想想，啊，他到底要不要回来，哦，会要不要回到我们这里？那你就看着办吧，这个因为。还是缘分嘛，他如果跟你有缘，或者跟还是跟我们叉叉山有缘，你就留着吧，对不对？那我就很，我就不会那么急着要让他皈依，把他剃度掉这样的。啊，因为讲话不客气嘛，对不对？不可以让他皈依，皈依你，只能收留他，跟给他饭吃，他又不是乞丐。那佛师生的你们那个那个叉叉山的教义长跑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嗯，那我们我其实我介绍很多弟子去到叉叉山的。那时候我本身来讲哦，我那要出家那时候我没有剃度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没有剃度，我还没有出家以前呢、啊，人家说要介绍。他要出家去哪里，我就介绍叉叉山给他去了，就叉叉山有好多的那个很多的叉叉法师都是我叉叉法师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弟子过去的啊。那我也介绍我很多弟子去那里出家啊，就是一样的嘛，那何必分彼此呢，对不对？所以师尊的心啊是大同大同，没有分别的。所以我的障碍比较多一点，这个当然给莲海这个皈依又给他剃度了以后，我的障碍就比较多了，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都是缘分啊、哦、缘分啊。有两个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刚到一户人家去做安检，检查完了以后，检查最后一家完了以后啊，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如果跑输的人晚上要请啊饮酒啊喝酒，请喝酒。接着两个人便拔腿狂奔啊，跑啊跑的，突然间觉得后面有人猛喘着气跟着跑，啊，后面有人喘着气跟着跑啊，回头一看，原来是检查瓦斯以最后一家的这个女主人跟在后面跑，他们停下来就问这位女士是不是有问什么问题呀、啊？这位女士回答。
当我看到你们检查完我的瓦斯系统以后，马上拔腿就跑。我觉得我也应该赶快跑。啊，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啊，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它也有它的结果，也有它的结果存在。啊，大家想一想，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考虑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能够产生光明，大圆满能够产生光明，是什么原因才能够产生光明？一定要你能够入定，你的念头空掉，立断了以后，彻切了以后，你才能够入定，否则你定不了。你如果念头一直在你脑海里面转来转去，转来影响你的入三昧地啊，除非你空掉念头。空掉念头有点像睡着了，有些人睡觉是没有梦啊，有些人睡觉有梦，有些人睡觉没有梦。那睡觉没有梦啊，有点像入三昧地，没有梦，完全都没有，什么梦都没有，很像入三昧地。那个时候啊，时间也停顿了，外在的一切也全没有，全部消失了。这个时候啊，你睡眠呢、哦，才会从睡眠中也会产生一种光明出来。那个时候啊，你的这个神啊，才整个给你修补，包括修补你的身体，包括修补你的心灵，都会有。心灵上你会得到修补，身体上你一样得到修补。说入三昧地不一样，入三昧地你只要五分钟几分钟，你睡得很熟，只要五分钟，你精神就完全会恢复起来，恢复过来。不然你睡一个晚上，一个晚上都是噩梦，一个晚上都是梦，你醒过来反而累，你睡了一整晚都没有起床，但是你醒过来很累，这个就是你的脑海里面还是在运转，根本你没有休息到。你能够真正彻切，就是真正的完全休息，时间空间都不存在，这个时候光明进到你的里面，你也入在光明里面，身体也修补了，心灵也修补了，精神也好，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你入了三昧地，再出了三摩地，出定了以后，你精神非常的好。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睡眠是一种学问啊，睡眠是一种学问。啊，我们同门当中有专门学这个睡眠的，教人家怎么如何睡眠的，有专门这样子的医生，专门教人家睡眠的，睡眠很重要。所以这个彻切等于是休息，等于是休息，你空掉一切就是休息，入三昧地也等于是休息，你睡眠也等于是休息，但是三个层次都是不太一样的，三个层次都是不同。妈妈问了，你周末怎么没有去约会呢？问他的女儿。哦，问他的儿子啦，周末你怎么没有去约会呢？他的儿子回答：“又没有你的喜欢我，
那妈妈就讲了，可能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假如你有你的喜欢你，你愿意为他做什么？这个儿子回答，任何事我都愿意做。妈妈就讲，好儿子，妈妈喜欢你，你快去帮妈妈啊，把所有的地毯全部吸干净。他这个也是借这个，这里面有提到周末怎么不去约会，这里有提到这个。其实，约会，我以前也有约会，以前年轻的时候，约会到最后有一天也没有约会了。为什么没有约会？因为师母的妈妈，师母的妈妈带着师母来我家问事。师母的妈妈问我，她说：“你看看我这个女儿啊，她应该要嫁给谁啊？”师母的妈妈来我家问事情，是为问师母的婚姻呐、问师母的婚姻呢。我一算呢，原来是我家的煮饭婆来了。我没有开口讲，我只是心里想，好吧，我就跟师母约会吧。我跟他约会也是蛮轻松的。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来问事，有留他家里的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说我请你去看电影好不好，那个时候就是看电影啊，对不对啊？我请你看电影好不好。师母说有人请我看电影还不错哦，可以免费看电影。就带他去看电影我那时候我吃素，我告诉你师尊吃素吃整年的我吃素是 吃整年的。我开始信佛的时候我是吃素的。我那时候信佛的时候开始我是吃素的，我跟着别人学了，就跟那个人，那人家这样子跑我就跟着跑，对不对？其实根本无关，吃素根本无关佛教的。到最后那个就约会多了，师母觉得说有点怪怎么搞得老是约我。就是这样子嘛，也没什么。不过那时候打电话也是蛮困难的，我家里没有电话嘛，必须要跑到公共电话亭，那个圆环那边有一个公共电话亭，每次我都要排队站在那里，跟人家排到我了，然后就讲电话这样。所以我以后我变成我的习惯，师尊讲电话后面还有人我在公共电话打电话，后面还有人在等着打电话，所以你必须要速的很快的讲完，不能 super talk， 不能讲很久，讲个这个半小时怎么样的，后面的人在那边急不行。所以我讲电话都是很快，重点讲一讲，马上咔嚓就立断就把它断掉。立断了就主要是讲重点，我是讲重点。后来呢，这个师母以后呢，我们约会几次以后就结婚了嘛。结婚了，
嗯，结婚就结婚了。也没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生都是这样子，照着这个习惯走，照跟着别人走。其实当初我也不想结婚呢。当初为什么不想结婚呢？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啊，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就不结婚。我一直从我是长子，然后从这个26岁开始拜佛，然后到了30岁我都没有结婚，我到30岁还没有结婚。啊，30岁还没有结婚，那家里的人也不急，我自己也不急。为什么你不想结婚呢？我就想说，既然学了佛，还结什么婚嘛？就算了，不结婚了。然后就去，有一次我跟人家打篮球，啊，那你不要看我这样子，我也会打篮球的，啊，会打篮球丢啊丢啊。啊，我突然间听到旁边有几个那个同学在。几个同学跟同事在讲话，哎，卢生燕这么30岁了，他怎么还不结婚呢？我听到了，然后就有另外的同事就讲，可能是某一个方面有问题吧。气死我了！什么某方面有问题？我就结给你看了。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那一种那个叛逆性。好，你既然跟我讲说我不能够结婚，某一方面有问题，到最后他来问事，他妈妈来带他来问事，那有什么办法？也是演呢。哎，现在觉得结婚很好。只要你能够出切的时候啊，断掉这个光明一出现，就能够涵盖整个大千世界，整个乾坤，个人的小我就完全融入无我之中。无我的状态是在三昧地里面产生出来的，在三昧地里面就是无我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没有时间空间，也没有这个我存在了，所以当你眼睛一张开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在哪里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睡着了，睡得很深很深，什么都忘掉了，突然间眼睛张开，还要看看自己是哪里啊，对不对？有时候你在密宴，打开眼睛一看，哦，我现在是在密宴。有时候打开眼睛一看，哦，原来我是过了一个晚上。都是有这种感觉，这种这是就是这个我已经消失掉，那个可见在这个无我的状态之下，三昧地的状态之下，是完全融入了无我之中的，互相融入而结合成了一体，你跟宇宙啊等于是结合成为一体，那个时候你就变成宇宙了。所以入三昧地有这一种感觉哈，莲华生大师就讲，传授彻切给你是有因缘，这个讲的是因缘，就是借着我的笔示导见性，你要看到佛性，就是这个状态之下，你看见了佛性的光明产生出来，在这种状态无我的状态之下，你能够。把佛性显现出来，这个就是知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
用种种的说法的方便，是引导你看到佛性，以无数的方便去开示给众生知道。其实一切都是缘呢。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笑话，追求的时候啊，月亮是代表我的心，分手了以后啊，都是月亮惹的祸。月亮表示，月亮终于他也有声明呢，干我什么事？本来是什么事都没有的，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的。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圣尊的宝贵法语开示，请唱诵组准备。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大好消息，师尊的新书第248册《天垂意象》文集已到，同修后师尊慈悲为大家签书，为了节省时间，也未免师尊太过辛劳，只签书，其他物品一律不清，请大家合作。明天8月9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大轮金刚护摩大法会，赐授大轮金刚法灌顶，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1点，是农历7月初一西雅图雷藏寺举行佛前大供，欢迎大家莅临参加，同沾法喜，共沐佛光。9月12日星期六下午2点，西雅图雷藏寺举办以慰莲阿弥陀佛西斋超度秋季大法会，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亲临主持，授传红黄白三天女问世不共大法，仅此一次法缘，今生永不再传，请大家珍惜千载难逢的殊胜法缘。法会地点在美国西雅图灵悟会议中心，详情请参看中委会网站 tbsn.org 或西雅图雷藏寺网站 tbsseattle.org 查询。改命运大转机，生机法就是俗称的活人墓。生机法的奇妙是，由于地灵无穷的灵力，永永不绝的力量，可使一个人改运。慈悲的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活佛再次应允众弟子，将于9月20日周日在彩虹雷藏寺七星落地的风水宝地亲自为大家主持生机仪式，请大家尽早把生机物寄来，把握此难得改命运大转化的好机缘。详情请参看中委会网站 tbsn.org。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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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恭请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唵咕噜噜连身心地，唵咕噜连身心地，唵咕噜连身心地，大家起立做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吽。二拜诸菩萨。嗡阿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
是平等仪起手，同修会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师母作为上师教授师法师同们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恭请师尊为大家签书。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